国际佛教杰出女性委员会踮伫个泰国罗永府个强修室，去年发生火灾，组织志工协助改建，规模将强修室扩大为活动中心。见คุณเอวีแล้วก็นะคุณรัตดาก็ได้มาช่วยกันสร้างให้ใหม่ทดแทนนะคะ这个场地能够让这么多的佛教的人来参与这个活动，那也希望这个地方呢，对泰国以后佛教的发展会有很大的贡献。My heart is open, completely open to following in your footsteps. 明玉法师敬上白玉观音，传达对上人的感谢。In gratitude to the Su Chi Foundation, which helped to build this building.活动中心头一次启用，就举办了第十七届国际佛教杰出女性奖，表扬来自八国二十七位对社会各领域做出贡献的佛教女性。新村观予伊有了建筑的生命力。大新闻泰国报道。